好久不见，晚上好，晚上好。我有多久没有直播，就是有多久没化妆了。我今天真的是难得化个妆，营业一下。晚上好，都来了吗？姨什么姨？你不要在这乱搞啊！来，过来，看看我们仔，我们仔第一次出镜不太习惯，不知道往哪看。看看你的哥哥姐姐们，打个招呼。他很挣扎，那你也就先玩一会儿吧。谢谢。老龙恼怒闹恼怒的奶茶，现在还在喝奶茶。我咋又坐在地上？因为习惯了，我现在还是在沙发这蹲着直播，对，习惯了这样子直播。换了个地方还是这样，你别闹啊！不能喝可乐，那不是你能喝的，你还是过来。对，我在学校这边的家里。哎呀哎呀哎呀！管不住他，扎得我很疼。离学校不远，挺近的，但是呢，就是就一个挺尴尬的距离，就是走路的话呢要就不行，走路不行，坐车的话就几分钟，就一个尴尬的距离。对，我们这边没有共享单车，有那个共享小电驴，超级多这种，但是我骑不来。对，但是我住的房子这边就是隔壁就是一个商场，就还不错。会骑单车就很好学了，我会骑单车啊，主要是我过马路很怕，就是很多车的话我会很慌。我更圆了，哪有？我哪里圆了？我不觉得我圆啊。你不要乱说话好不好？说实话，说点大实话。自己买一台，我不想买，就是因为就是有借的，为什么要买？而且我还有点，就是还不太会骑。你去给我偷电瓶还是偷电瓶？必须要戴头盔，那这边没有。我甚至我在路上我还看到有人骑这个共享电驴在那飙车。骑一次就会了，不是，是那个仔仔发出的声音，因为你们应该知道吧，就是猫比较舒服的时候就会发出这样子的声音，今天的口袋就放到这了，可以可以。共享的速度好像不太对，要那么快干嘛？那就很适合我呀。我买个大摩托，画面就很违和。
欣姐开学了吗？本来是应该就是今天之外，昨天就应该开学了，但是我上不了学现在，因为就我们学校就是现在疫情防控，进了学校就再也出不来了，所以我就老师就让我申请延迟一点入学了。对，我真的是弄了很久。什么叫又跑去上学？你不要乱搞。对，要办走读，但是就是现在办不了走读，要过几周才。我还是不死心，我再试一试，看现在好了没。因为我刚刚看见别人直播，不是挺正常的吗？你们帮我看一下，现在是正常的不？现在好了，哼，看来我是对的，不然我刚刚都准备就是卸妆了。谢谢一番长的奶茶，那就再聊一会儿吧。毕竟我觉得我特地化了妆来直播，怎么能只播一会儿就没了呢？谢谢元气骑士的奶茶，谢谢三木木的奶茶，正常了吧？谢谢享受寂寞的奶茶，回放只有6分钟。我生气了，那刚刚我说了半个小时话就没了，说了个寂寞。你推呢？你说我们宰吗？哼，你推，你已经转推了呀啊？在哪呢？我来看看，我都不知道他跑哪去了。小猫咪，小猫咪在哪里？看看妈妈。哎，过来了，过来了，来妈妈怀里。谢谢陆风小菜的两个奶茶。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点粗鲁了，你看他好自闭，他不看镜头。哎呀呀，挣扎挣扎，看看嘛，营业一下嘛，好不好嘛？别低着头自闭了，他就是我每天的状态。拖着他，给哥哥姐姐们看看你们，伸伸小爪爪，他眼睛都睁不开，往哪看呢？往哪看？眯眯眼，我们崽崽是眯眯眼，你看他眼睛是蓝色的，好漂亮，我好羡慕。他都不用戴美瞳，你看我现在就没戴美瞳，我的眼睛没有他漂亮。我记得以前我直播撸猫还是撸困困，现在我终于有自己的小猫咪啦。他发出那个呼噜声，说明他喜欢你们，对，他现在是舒适的。他的生日好像是6月18号，我应该没记错吧？嗯，是布偶呀。
你才买一送一呢，我可是花大价钱买的，我们小崽子啊，是吧？猫撸我，它哪里撸我了？我撸它，它都没反应，一点都不动，它对我没感觉，它对我没有感觉。怎么这样子呢？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不给点面子？它不咬人，我们猫猫不咬人，它可能它现在不舒服，它要挣扎，它拘束了在这里。没让你，你下去玩吧。来吃。要不要抱你来沙发上？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啊？看不见它。谢谢魔方的生日礼物，看看我们在。哎呦，这什么直播指甲？看看我们在。打滚儿啊，他在打滚儿啊。呀，哎呦哎呦，小心！别把你的屁屁对着观众好吗？文明点，我们是文明的小猫咪。逗你，不逗他，让他自己搞玩儿吧。我是湖南人啊，谢谢 SUBOK 的夜蝶，谢谢，谢谢支持，他又跑了，我们小崽还是很皮的。是常德吗？不是，是湖南衡阳。又来了啊！它跑到了我的体重秤上面，来让妈妈看看你有多重。它上去秤都不显示体重，说明它太轻了，不像我。我跟你们说，我最近胖的，真的胖了。我以前不是，一般是84、85斤，我现在你们猜我有多重？你们猜猜看，100的，你给我出去，出门右转，120，我，120，我现在马上就从窗户跳下去。吴语子，
目前都还没有人猜对。朱云子猜对了，对，我现在有88斤了，我胖了，谢谢松鼠的奶茶，没看出来是什么意思啊？没看出来我只有88斤吗？谢谢含金面的奶茶。你好好说话啊。60吧，那是小朋友，对，毕竟我还是个成年人。不是回家胖了啦，其实我已经很久没称过体重了，因为我们之前我在中心的体重秤，它坏了很久了，我就一直都没有称，以前还是经常称的。别踩我的东西！谢谢水影子的奶茶。谢谢，白日虫虫的三个秋天的奶茶。哎呀，你别弄人家的化妆包嘛，都被你踩瘪了。他站立在我化妆包上。我买了新秤啊，买了一个小米的。谢谢 KRISI 的叶蝶，谢谢你，谢谢。哎，以后小猫咪帮我营业好不好？给你擦擦，我回来了，对，你过来，我给你擦擦，过来，转过去，转过去，哎，不听话，算了，谢谢若隐天秋的奶茶。对啊，我们崽崽还不适应。镜头，对，他还不知道主动营业，我希望他能够向惨哥学习。没有，我明天没有，这两天不用上课。哎，你还是给我过来吧，别乱搞。你看他都躲避镜头，他是不是有社恐啊？啊，仔仔，你是不是有社恐？你看一点都不看镜头，脑袋扭过去，就这样，是不是啊？看吧，头都趴下去了，不想营业。他炸毛，但是毛多嘛，布偶毛很多，我有给他梳了，也不是炸毛，人家毛多，孩子还小，多来几次行。来，我给你揉着屁股，你看看嘛，看看镜头嘛，别害羞嘛，他眼睛都不愿意睁开，你们对他没有吸引力。你看他眼睛这样，啊，别这么生无可恋嘛。平时多可爱呀，一到镜头面就怂了。你看，你这个样子我第一次见，对。把猫零食，我没有给它买零食，我就，只买了猫粮，还没有买别的零食。对。是我这个妈妈太穷了，下个月一定给你买，好吧？
怎么样？有没有比较香的东西？香水吗？猫猫应该不喜欢这种吧。它多可爱呀，为什么我不想看？它的毛好舒服呀，12点就下个月，可还行。以后就是庆姐的猫粉，那你是庆仔仔的粉。对，我今天就看见我们庆仔仔都有超话了。以后也要当女明星吗？可以叫他小祖宗，对，一般猫猫不都有大名和小名吗？小祖宗就是他的小名，他大名叫仔仔。平常睡我床上吗？并不哎，他就是到处睡，就在屋子，因为我给他买的，就是猫窝还没有到。然后我也还没有给它买猫爬架，对，就它现在就是处于一个没有地方住，就是四海为家的状态。它最喜欢的地方就是灰多的地方，比如床底下、桌子底下。因为我在网上看那个猫爬架，我搞得跟要给自己买房子似的。就是没有我满意的，我都觉得不够可爱，然后最后我就还没买。没有，我在我家里租的房子，我不住宿舍。他晚上其实就我也不知道他睡在哪，因为每次我睡着了，他都会到处乱跑。反正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它不是在床底下，就是在沙发上，抱着它睡，那我全身都是毛，我现在身上都有一点那个痒了，就不掉毛很严重。它嫌弃我？没有嘛，怎么会嫌弃我呢？我可是它的好妈妈。买好猫窝，还是会睡到我床上。对啊，我之前问我闺蜜，我闺蜜就这么说的。但是我还是给她，我给她买的是一个猫纸盒，不是那种猫窝，就是挺可爱的那种猫纸盒，就是里面也有猫抓板嘛，就感觉会比较实用一点。当然是买的，哪里有这么可爱的猫哩？你想啥呢？其实我想养。不，很久了，但是现在才下定决心要养，因为我一个人在这边实在是太孤独了，还没有认识的同学，也没有朋友，就先买只可爱猫猫陪我。对啊，在中心一直撸别人的毛。又有人说我更圆了，人家哪里圆了吗？我觉得这个脸和以前是一样的。还没有圆，我有一种这种感觉，就你们每次直播说我圆是，像那种见面跟我 say hello 似的，每次都要说这么一句话。对，这是礼貌的招呼方式嘛。虽然我在家里是吃的挺好的，但是在这边。外卖，没有很多能吃的。虽然该有的都有，但是呢，没有很多好吃的外卖。虽然在中心也没有很多好吃的外卖。好了好了，看你夸我可爱的份上就，对啊，在学校。
今天第一次在我家沙发直播，感觉光线还是还勉强还行。我又是坐在地上直播，因为习惯了，感觉比中期好，真的吗？我跟你们说，我感冒现在10多天了都还没好。我之前也吃了，我都吃完了1盒药也没有好，我不打算继续吃了，吃药没用，太难了。现在还感冒还没好，鼻子还堵着，还会打喷嚏、流鼻涕。要出汗，我跟你们说，云南这边就是都我这个租的这个房子都没有空调，因为他们就是大部分人都不用空调，因为这里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晚上会没有那么热，会凉快，但我还是有点不习惯没有空调的日子。我更白了，那不错。对啊，我新买了一个电风扇，妈妈还搞了一些家具。哼，那你就想想吧。对啊，我每天都要擦防晒，不敢不擦，那太阳可毒了。我怕我回来你们看到的就变成一个黑皮了，因为真的就是我就是在学校里面见到的同学都挺黑的，都是皮肤黑黑的，也不是所有人，就大部分人。超级晒呀，哼。等我就是整理好了，再给带你们看看我的房间吧。现在还，我几大箱还在那没动呢，打算明天再开始收拾。我累了，没有收拾好，就是我的东西刚刚到货。多大平？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大平，应该40多平的样子，反正比我中心屋子大。小摄像头是啥呀？就是安装在家里吗？多少钱一个月？这边租房还是比较便宜的，1000多一个月。市中心吗？其实我对这边也不是很熟，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市中心，但是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因为旁边有商场，还有有一个很大的湖。那可不，就是房子虽然就是挺小的，但是比中心屋子大。也没有湖景了，根本我压根看不到湖景。但是如果你想出去吃饭什么就很方便，你就可以去那个商场拍泳装单。你满脑子想啥呢？其实我都没去过那个湖。对啊，我买了一个那个扫地机器人，因为我很懒，我不喜欢打扫卫生。你看，就是。应该跟我住过的人也知道，对，这边外卖全是米线，我都，
其实我没那么喜欢吃米线，我爱嗦粉。谢谢 TWIIA 的奶茶。你才是懒猪呢。对啊，其实就是为了它才买的，就是要吸猫毛嘛，不然太多猫毛了。啊，我最近真的就是破产，这一个月破产。大理段家六脉神剑，说实话我都没去过大理。就是我在昆明玩的比较多，没去过大理。没事多直播，你觉得我会没事儿吗？我真的，我就刚开学就有点自闭了。碰壁了，不过还好，现在就是至少，至少我能回来了。但是我上完就是那周的公演之后，我就要就是正式在学校里面上课，之后可能就会很忙。我也不知道。要不要被关着？因为就也没和我说清楚。谢谢一番炸的夜蝶，谢谢。反正就算被关，最多被关一个星期。之后就是家长同意了，就可以办那个走读，我就可以住在我的家里面。不然没有人照顾崽崽，可怎么办？我知道哎，上次我直播就有人说这首歌。没有好友啊，我都没有认识的人，我现在唯一认识的就是老师。对，我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不过之后上课应该就起码会有认识的同学吧，但是我是老学姐，对啊，我一个人住啊，我都没有认识的人呢。本来其实我这个屋子是有两张床的，就有两个小房间。谢谢喵喵的叶姐，谢谢。本来是有两个床，然后我就直接把另一个床给拆掉搬走了，因为我不需要呀，就我一个人住。千万别受欺负，我受欺负我能说肯定会说的。虽然我在这受欺负，你们也就是太远了，没办法给我撑腰。对啊，我没有委屈自己啊，所以我至少给自己住的还是可以的，好吧？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学校，就是像我这种，就是休学复学，就算是那种继续学习的学生。就是在学校给我就能给我们提供的宿舍，只有老校区那种，就是环境特别差，就8个人1间是正常的。我不知道就是那个老校区的是多少人一间，就正常的都是8个人1间。然后老校区的就是没有那个厕所，只有公共厕所，就很夸张。所以我不可能住在宿舍里面，我觉得我。
但是我当时大一的时候住的就是宿舍，那个时候我们宿舍是有一个同学休学了没有来，就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宿舍是7个人，然后就是好像只有一个人是拥有上床下桌的，其他人都是就上下都住的有人，然后我就是那个刚好拥有了上床下桌的人，就是还算稍微幸运那么一点。我还有几年毕业，我现在是上大二，就还有3年，但是一般大四应该就没有什么课了吧？如果我就是顺利的话，就是我那个考试顺利的话，大四应该就没有什么课了。但是如果不顺利的话，就是还是要继续。对，就是我本来就是。开学进了学校就出不来了嘛，但是我说，就是但是我必须我得要出来呀，我又没办法，就是被关在学校里面，然后我就反正就到处找老师，就是说明我情况和他们求情请假，然后我还找了就是找老师，还找我们学院的书记，唉，就是我很社恐，你知道吗？就给人家打电话。谢谢瑞哲奶茶。对，就是，然后我去，我当时我还被问到了一个问题，我就我们学校，我们学院的书记就问我，就说，你觉得你这样就是每周回上海，你能顺利毕业吗？就你现在有多少学分了？就我又被问到了，我说能吧。我不能申请免修直接考试啊，就你不上课，你直接考试你也考不过呀。因为像我现在是属于3年没上课了，属于知识都已经忘记了的状态，我现在必须把它捡起来。而且就是我不是申请了，最后就是老师建议我申请那个延迟入学、延迟入校，就可以延缓2个星期。就其实我本来是13号正式上课，但是呢，我回去上完12号的公演，我13号就是早上是赶不回来的，所以我还得多请1天假。现在都改成荧光棒了呀。嗯，那我反正我这几天把我这边都收拾好了，事情处理好了，我就回上海了。对，我回去就是要把我就是，因为公演我也不再挑自己位置，都要新的要学会。我公演我应该上不了全场，我就是上后面几首歌这样子。对，到时候等我学完了，我再告诉你们我在哪边读吧。这样，现在我也不知道。嗯，然后也就是回去除了公演，可能还要就是要计划拍点别的东西，不然我觉得我回去一趟上海我太亏了，就上一场公演就反正就这么折腾，就我肯定我觉得我得干点什么。考个大的，
就是我是买了那个自动喂粮的和喂水的，就是我应该周末离开2天是没事的，就如果我离开1星期的话，我就把它就是送回我买猫的那个地方，猫舍，哦，卖猫的那个，反正老板那里，就这样子。MCA 肯定是有的呀，Unit 就是，反正这周是有的。基本上我是能上 Unit 我才会回来，不然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必要了。就如果我只能上个3、4首歌，也上不了 Unit，就是上了个寂寞，是吧？但是你们不要说嘘。好的啦，我就，其实我就是前天晚上还挺自闭的，就，唉，那先晚安了。可惜都不是我的，我不是说了我的优点是拒绝指教吗？我只而且我觉得这个拒绝指教也很难换出去，就是和别人换。对，你们终于能看到脏辫青了，但是我觉得我也可以扎双马尾跳拒绝指教，是不是很酷这样子？但是其实我很喜欢拒绝指教的歌词，哎，就是什么你不懂就不要对我批评，再加上指教，什么我的坏我的好，总有人会接受我，给我拥抱，谢谢 KRI 撒的夜蝶，谢谢你又一个夜蝶，谢谢。对，其实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子，我也很不喜欢别人对我指教。晚上好。对，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很抗拒，就是在我们第一次分 unit 的时候我很抗拒。但现在我是完完全全没有得选，但其实现在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可以接受的，在学校这边，在学校的家里，好啊，你先睡了，拜拜。但是听他们说跳这首歌特别累。我上次跳拉密，我就觉得哇，好累呀！就因为拉密就是从头蹦跶到尾，拉密拉密拉密，不像我们，主要是我一开始我不是跳了我的预言吗？预言就是最轻松的歌，就咚咚咚咚咚就没了。然后其实我跟你们说，跳性感的舞也不累的，然后跳拉密就真的把我累到了。不过我累得心甘情愿呀。对，然后他们说最累的还是拒绝指教，我下次尝试一下看看。预演节奏快，但是动作简单。你是假粉丝，我明明跳过红叶啦，你赶紧去补档。哼。
我现在没跳过的就是《落日弥漫》和那个《拒绝之交》，然后现在马上要跳《拒绝之交》了，《落日弥漫》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我想和的人跳。知道就好。对，但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明天有事情要忙吗？有呀，不要收拾东西。看我的杯子是不是很可爱？新买的，我在名创优品买的。我觉得名创的东西真的还不错。美乐蒂的。我就是买了很多玉龟狗的这种，我毛巾买的玉龟狗。然后，那个就是一个擦手巾，就是买的玉龟狗。甚至我还买了一个玉龟狗的冰块，就是也是名创卖的一个，就是可以放在冰箱里，然后放在饮料里的一个冰块。对，看到玉龟狗就走不动路了。我还买了一个那个，Hello Kitty 的口罩，在这吗？放哪？就也很可爱。哎呀，对，就这样的，下次可以戴。之前没有买这种口罩。我觉得女孩子就是，应该大不多数人都会喜欢玉桂狗。为啥我喝可乐不打嗝？因为喝的不多吧。其实我喜欢喝就是没有多少气的可乐和雪碧，我觉得那样更甜。我和你们说，就是我的房子的房东，我那天和他签合同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房东就是长得很像那种日本的变态大叔，真的。然后问了一下，他说他是福建人，对，我就。就咽口水，对，没事，但是就是，他不会来，对，就房子交给我以后没他事了，对，我会每天都会反锁好门的，对，你们要是闲的没事也可以口袋提醒我，记得反锁门。你看你们都是就是以长相示人的，以貌取人，我说人家长得像。变态大叔，你们就觉得人家一定是变态。我只是说长得像嘛。对，长得真的很像。对，
就以前嘛，以前可能我在中心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哪天就是不怎么发口袋，就是你们就会觉得我失踪了什么的，我就很无法理解。就是每次就是我一发中午好，你们就一定觉得我中午才起床，就很无法理解，好吗？但是现在我在这边，你们要是发现我就是某一天一句话都没说，那你们就小心了，就是我可能真的有安全问题了。对吧？我在这儿，我就是，就，嗯。对啊，我以前就是，如果我心情不好，我自闭，我就不会想讲话。但我现在我自闭了，我也讲讲好吗？我也和你们讲讲。我前两天自闭，我也在口袋讲了。对，你有没有发现我就是哪一天就是完全不说话，一句话没说，也没有关房间，那肯定就是我咋的了？你们赶紧给我就是那个啊，我也有点害怕。对呀，求救啊，求救啊！你们哪个？我没有暗号。那别整这些吧，那人家万一我8点在上课呢，谁记得每天8点发消息？所以啊，所以我，你没发现我现在我就到了这边，我都很活跃嘛，对吧？就是为了不让你们太担心呀。因为你们又就是又找不着我，不像之前我在中心，我也咋的了？人还都没了不？但我现在我是属于一个人在外地，每天什么时候打开口袋？你猜？也不用过度担心，好吧？哎，其实我有点小心机的，因为我就是让你们担心，我是怕你们忘记了我这个人。对，至少我没出现，你们还会想想我是不是咋的了，我是不是还安全还健在？谢谢超无奈的奶茶，不然我说不说话，你们都就是忘记了这个人，好吧？谢谢王言不欺的奶茶，每天都看 PV，那播放量就是你刷的吧？谢谢带鱼的奶茶。你又在搞什么名堂小猫咪？谢谢星君的奶茶。真的吗？然后置顶发现我每天就是只说几句话，立马给我取关了。好的呢，我跟你们说，我翻牌老多了。真的老多了，这说明还是有很多人在想我的，我可太感动了。
你不要说出来嘛。和我一起上课的我认识吗？我现在谁也不认识，除非有我，也就是之前的同学还跟我一样在上课。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像我一样休学三年还在上课吧，不然他就是还没毕业，可能还没顺利毕业，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同学。我觉得应该不会吧。云南的聚聚多吗？对啊，我就是我想的就是我尽量不暴露，就实在暴露了也就顺其自然咯。没有啊，每个学校都不一样嘛，可以重新交朋友。好呀，希望能交到朋友吧。我觉得像我这个情况，可能交朋友都有点困难。那我没有人家那么火吗？不一定会知道我，有可能我的同学没有那么潮嘛，不一定知道我们。SNH，你别吓人啊！我房间当然只有一个人啊，还有一只猫，不然还得有鬼嘞。对啊，我可以混入当，我可以混入大一新生吗？假装自己是新生。他不知道在搞什么，在我的这个茶几底下。搞什么呢？咋的？这个不能玩，这是指甲剪。别了吧，我恐男。我没说完呢，我恐大学男生，好吧。哎呀，抱错了，怎么屁股对着？还是不想营业，依然不想营业。干嘛呀？开不起玩笑了都。那讲具体点，就是恐那种想搭讪的大学男生，好吧，是这样子呢。干嘛玩我裙子？别弄。你往哪摸呢？真的吗？你说的是你自己吗？
我现在不是，我可是在直播，我是和你们见面呢，我又不是去学校，我去学校我就穿裤子啦。对啊，我要隐藏我的可爱，掩饰我的魅力。这样就不会有那种普信男来搭讪我。是不是很聪明？肯定戴口罩啦，谁去学校还化妆呢？他们不值得。仔仔确实是女生。学校怎么讲话呀？就正常讲话呗，就是反正不会嗲嗲的。那也有可能。那纹身是个人喜好呀，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嘛。你又在干嘛呀？没有，其实我是御姐音，我有御姐音的。来一段，你们可以握手会来听，因为我之前就是握手的时候就有那种新饭和我说本来以为我声音是甜妹声音，但是没想到发现我是御姐，而且那天我穿的还是罗裙哦，对，说明我有时候讲话就是比较那个的声音。我声音像哆啦 A 梦，谢谢，虽然我忘记哆啦 A 梦是啥声音了，但是我觉得挺好。你为什么不太信嘛？不过我也确实挑性感的比较少，对吧？只是没有机会嘛。对，之前我们有个录音的 staff，也是想让我就是去弄弄那个配音，但是我当时是因为啥来着，反正也没搞。谢谢三奶红露公子的五个奶茶。哇，快12点了呀，我就播到12点吧。播到12点和你们说九月快乐，留下一不小心到9月了。谢谢这甜甜的奶茶，真的吗？播了1个月可还行？
B 站性感舞蹈总觉得哪里怪怪的。谢谢。我确实最近想要投稿了，你们就拭目以待吧。因为我其实总选前就说我有要拍的嘛，因为各种原因就是没拍成，所以现在要重新来约了。整台电脑晚上唱歌，我没有带电脑过来，但是我觉得我应该需要一台电脑，因为有的作业也需要的啦。问题是我现在都找不到一个帮我拍照的人，就很尴尬。之后再说吧，大家要多多包涵啦，就是在学校可能没有什么照片可以发，因为我也不打算上课化妆的。但是我没有课的日子，我会来直播的，然后也会想办法拍点照营业一下，好不？还有人不知道我是什么专业的吗？我会争取每次回去的时候有造型的多拍拍照，好吗？天呐，我直播间这些人。天天看直播，就是啥也不晓得。对呀，我是挤牛奶专业的。对，想喝甜甜的牛奶就来握手会找我。好呀。我已经想好了，下次我们应援会出什么周边的话，比如就我只给举了个例子，比如说应援服的话，就做一个那种可爱的那种，牛奶 logo，对，然后再画一个 Q 版的我在挤牛奶，挤牛奶，这样子。哪里怪了？就是穿上去可可爱爱的那种。对啊，因为我和你们说，我在学校就打算穿穿 T 恤，穿着卫衣，但其实我就很少有这种衣服，你们就是应该也知道。我的 T 恤数都能数出有几件，这个是我最近买的一件，然后我有一件之前的应援服2件，还有一件在迪士尼买的那种，就是米奇的衣服3件，我好像一共就3件 T 恤，然后呢卫衣我一共也只有3件，有2件是我们应援会以前出的黑白的应援服，还有一件是之前怀瑾。就是送我的应援服哦，还有一件戴帽子的连帽卫衣，是小包的应援服，全都是应援服。对，我就没有这种普通衣服，因为我平时都是买那种漂亮裙子。但是我要是上学的话，我就是要把我这些衣服都翻出来穿。
对，但我其实我觉得，谢谢。我觉得音乐服不建议做的那种太明显的，就一看你就是懂的人都懂，你穿着这个你就是年轻粉丝，但是也不能太明显的，就是他一看就是一件应援服，就是平时也是穿上去也是可可爱爱的那种，你们懂吗？对，这样就是我就算在同学面前，我也不会暴露什么。雪团子我没听说过哎，对，就是能穿得出去的。啊，12点到了，和大家说9月快乐。其实我之前已经许过愿了，我再来一个，希望9月对我好一点。9月也大家也能顺顺利利的，对。学业顺利，公演顺利，什么都是你。对，一切顺利。我什么时候有当一的愿望啊？谁会无聊去百度我名字呢？那我就晚安啦，和大家，下次再见吧。我反正我没多久我也就回来了。哦哟，一到晚安，那很多人就冒出来了。别扒拉了，仔仔，睡觉了哦。又啦。